那什么？大门拉着上边第十二好做动作大门都是不知道杨和峰来不来开会的他估计杨和峰应该能赶回来他就是离这也不远啊哎我了是吧鬼宅呀、啊、鬼宅不说他单位开会去了他就一会儿回来发小算一个领导杨和峰杨和峰比我官大我就是演员他是演员兼主任啊说着玩儿今天跟刘若春在后台我们就对词儿我说一会儿他唱一会儿他唱完再留个扣我接着说然后我留个扣他接着唱词太水下午录音那哥们是谁呀、啊真叫棒子、啊、是吗他会发到公社里吗把录音他微博是好吗我还够呛我没有微博啊我得听听因为我忘录了下午他查了之后你去录能收着吗是吗他为什么不往公社里发呀就那个好找别的我都嫌麻烦拿着录像啊是吗估计差不多了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贫困之家寒寒寒，富贵之家有有有，升官发财得得得，俩腿一刀，板板板，这个说书啊就是这样，别再来了，说书啊就是这样，您那聊得挺好，我这仿佛是跟人聊着天似的，就说嘚不嘚，人生在进场时已经说出来了，突然啪一拍门，他这个是起一个让人往这注意，再有说半截啊，说的要真刺啊，人家睡着了，下去叫人家不合适，行啊，我就说书呢，谁舔着脸好意思下去真把人叫醒了呀，就拍这个，你看那样，哎呀，就起个这作用，还真赶上过，说半截书着了，但是那也没买票进来，烧饼他爸说你下午喝完酒你去别处不行吗，他跑这屋睡觉来了，那还是那阵儿我郭鹤鸣徐德亮还没有离开我们，德亮济公传说的也不错，那阵儿我们三个人在这儿订一下午烧饼他爸，那阵儿台还在这边，观众这边，烧饼他爸我记得特清楚，就在那空调下边，啥玩意儿我听听进来，一会儿着了，你这不要命吗，呼噜还挺大，不听说就喝多了，就来想睡会儿，你后台也没演出，你后台睡就不完了吗，那非跑这搅和，好那一下午就听这屋里啪啪都纳闷儿，这屋是砸园子似的，那阵的书馆啊挺有意思，不过现在比那阵还好玩，那阵人少，就是我郭鹤鸣徐德亮没有人说，现在人多，人是三个队，每个队一高兴都在这儿轮流着来，我们队算人少的，我贺峰还有杨鹤通还有景华是吧，刘鹤春现在这新拜我师父西河门给字儿了，景字刘景华，那大脑袋就头一个那歪嘴秃瓢，愣敢动三国，不怎么死的，我也没听他这三国，我看下午好在后台头一回这么用功，平常来后台就是玩微博，要不玩游戏机，我们在瞎贫，好像下午在那记录写，干嘛呢在这儿弄梁子呢，把人说的写梁子什么书啊，那大乔小袍，我说那有什么可写梁子的啊，袍子追关羽送关羽一袍子，不希望关羽走，关羽拿刀把这袍子挑起来，不就这个吗，这当初我们取笑的时候学过这个，就是比他这短点，那阵我们说的呢都是小片段，15分钟一段啊，10分钟一段，他肯定时间得长，他要说15分钟一段，我估计我们后头这几位说书的能把他打死，他把我们豁出去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接着下午的说，下午说的是小武艺，说什么呀真的，嗨，怎么看出来，知道就完了哈，我都是德云社的老观众，以前听相声戴个帽子，戴马林坡大草帽，你别说我还真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今儿把大草帽摘下去一看，我真挺漂亮，这个小武艺三道太极枪，怎么还问他呢，三道太极枪啊，咱们下午就算简单的给结束了，小武艺今天是正式开始，能说一个多月，
这个跟高峰的大无意啊还不完全一样，大无意里边捧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北侠欧阳春，我这个呢不是这些人，捧的是山西宴徐良。有来的观众啊，有没来的观众，咱们简单的三言两语把咱们下午的故事说一遍就行了。富丽人公赵祯年间，皇宫失盗，皇上的一套衣服官袍带履给偷了，但是留下了线索，本漏的白菊花。大伙开始查，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江湖之上有一位匪号叫白菊花，姓燕，单名一个飞地，是他偷的。大伙赶奔白家庄捉拿燕飞，燕飞好功夫，一个人杀出重围。这人就怕这样，展昭也不是他的对手，蒋平也白给，但到碰见爱虎，碰见双侠丁兆兰、丁兆辉，什么玉面专诸、白云生等等众人，十几位了加一块，谁也不是白菊花的对手。燕飞一个人力战群雄，杀出重围，跑到树林子里头，有点累了，仰天大笑。这就属于什么呀？膨胀。人呐，就怕这样。干嘛都有膨胀的，有膨胀仰天大笑，有的膨胀就退出。退出的多啊，往这一站，手指开封方向，报告，报黑了。蒋平、小猫展昭，你们能奈我何？四宝是我偷的，我就在这儿。黑点儿，四宝是我偷的。我告诉你们，是燕大爷干的。燕大爷在你们跟前，你们都拿不住我。十几个人不是你们燕大爷的对手。这个仰天大笑可不要紧，俗话说得好，屋内说话外有人听，道旁说话草科有人听。他这一卖狂一膨胀可不要紧，惊动了树上一位，这位都睡着了，愣让他卖狂啊给惊醒了。这位醒了是醒了，人醒了呀都好小姐小店，这位在树上睡呀、啊、也不例外。你瞧，燕飞在这骂开封府，骂别人无所谓，一骂开封府大武艺小武艺，这主就火撞顶梁。整赶上这阵儿呢，燕飞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这主还真对得起他，往树枝上一站，开始放水，一点儿没糟的，啊！这要杨鹤通，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他。要杨鹤通说这句，我就得翻肠子呀，是怎么着？我们热不拉几的，他别处没下雨，怎么就自己脑袋根儿这下雨，哗，泛黄，火气够大的。往树上一看，树枝上站一主，这主是啊啦一声，等当天一声喝喊啊！你个老大力悄悄的，啊！你骂别人无所谓，啊！你骂开封府，你个兔崽子，啊！让你知道知道你山西老子的厉害。这主又打树枝上唰又跳下来，往下一落，就好像四两棉花扔在地上一样，生息间燕飞这阵气大了，
从小到大没尝过新鲜玩意儿，今儿算开了嘴了。抬头一看，就见面前站着这股身高在七尺开外，往这一站，曲了拐弯的，跟这泥鳅立下来似的，水蛇腰，溜肩膀，俩大长胳膊，仙鹤腿。好家伙，再瞧这张脸可太惨了，长得面带紫阳丹，紫色的脸，紫中透红，红中透黑。您说这个模样，鹰钩鼻子，菱角嘴，一张嘴是大片牙，黑牙根，牙缝还粘着韭菜，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一根黑的都没有，头发当这儿发一个揪。哎呀，往这一看不像个人，活像个吊死鬼，往那一栽，这样对，燕飞可是有能耐的人，一看这白眼眉，白须花燕飞精灵打了一个冷战，心说这是徐良。徐良有一外号白眼眉，山西大雁，多臂人熊。你是徐良啊？啊，这是你山西老祖宗啊！我就是徐良。那这就徐良就长这模样。好家伙，江湖上都说徐良，我这没得到多帅了，长得得多，跟个吊死鬼似的。瞧这意思，好像吹口气都能躺下。好都。过去有个说相声的老前辈了，叫万人迷李德阳，贴海报万人迷，说相声确实好，谁听谁上瘾，真可乐。留下这个当磁带的录音，您可以上网找一找，但是现在您可能够呛能接受他这种语气，一个相声啊，这份儿那阵儿这就是大火。去上海演出，贴上万人迷，上海观众叫万人迷，这姑娘多漂亮的，好家伙，这个看了，哗，都买票。一会儿一报万人迷上来，老头咱都大长胡子，别观众这个骂街呀。就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名气大，可不一定长得漂亮。你郭德纲多大名气呀？多帅啊，这是多好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跟你要是你其实挺好看的，你一看真人儿，去黑大字儿胖小个儿，车头汉子，你听那个录音，你听你得哎那样的，就说这个人的名气跟长相不一样。你瞧这徐良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徐良在这部书里头可有能耐，山西大雁徐良人称多臂人熊，浑身上下全是零碎，都是暗器，双手打飞镖，双手接飞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双手打袖剑，双手接袖剑，一手三暗器，身背后低头紧背花装弩，一个竹筒子，竹筒子里边三支弩箭，斜挎金丝大魂刀，这是一口宝家伙，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削铜剁铁，那能耐大了去了。燕飞还真没把徐良瞧在眼里，哎呀，丑仔，你就是徐良。我说那徐良得什么模样啊？啊，三头六臂。没想到一见跟个吊死鬼似的，你怎么这么大能耐？甭问，碰巧你碰见的那个都是酒囊饭袋，今天你碰上燕子爷，我得会会你，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说着话，再看燕飞摁灯火，嘎嘣嚓呀呀，紫电青霜剑可就抽出来了。这阵儿按现在钟点来说，晚上七八点钟，唰，宝剑这一冲出来，
就在树林当中啪打了一道利刃，周围那小树当时就折了。这宝剑很厉害，手中一握，冲上刀剑。眼飞心想，就你这模样能有多大能耐，一剑就把你挑了。往前一根步，一个仙家之路，嗷嗷一剑，速度是真快，换我躲不开，就让他挑死了。这一剑奔着徐良梗嗓咽喉处就过来了，山西燕就这么看着他。水水蛇妖，我还来不了，我不是水蛇妖。也不动了，还像这里弄愣了。你打仗打仗打仗就是这个，你打他他躲，你还手这行，你扎他一剑他站着看着你。你怎么不躲呢？我大大力求求的，这你这个剑有什么可躲的啊？你尽管扎吧，我照这扎给你露出来了，来扎吧。这个眼神气的，这个斗气儿呢，扎住一剑就过来了。这个剑尖儿都碰到徐良这衣服了。再看山西燕喊了一声，我来得好。连腿都没动过，就这么一扭胯，唰的一剑就刺空。燕飞心翻半吧，一个秋风扫落叶，轰的又一剑。徐良还真对得起他，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空一剑横着扫空。徐良刚站起来，燕飞由上至下又一剑，徐良一侧身，一剑又躲开了，连让了三剑。丑鬼，你怎么不还手？他爸爸绿球球的，第一我让你一招打你这个货，我不用动手，我要是抄家伙，那山西人算欺负你，所以我让你第一招。第二招，刚才你喝了点山西人的童子尿，要不我这点尿就糟践了，让你第二招。第三招，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一笔写不出一个绿林来，所以说我让你第三招。俗话说得好，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要是一味强词无理，我说燕飞呀，休怪山西人无耻。说的话，再看徐良把这白眉毛啪往上一挑，小眼珠滴溜一转，由他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寒光。好家伙，从这个眼睛能看出来，这个人能耐不小。燕飞不管那套，一杀之间，这一剑奔徐良就过来了。这会儿徐良可就不客气了，一按灯光，金丝大环刀可就出来了。徐良这口金丝大环刀往外一转，就看这金丝环刀哗一响。好家伙，胆小的一听这环子的声音，当时就能吓尿了。徐良一压这口刀，啪，说了一声请，插刀换翅斗战一场。说是斗啊，其实就是玩儿，那燕飞都玩了命了。徐良就那你个王八里求求的，那你干嘛？你说心说是徐良怎么娘能进去？这都什么招数啊？搬来哎，徐良打架呀，怎么说呢，我要占人便宜，打着打着一转身蹦到燕飞后头去了，那屁股上掐一把，又一转转到前头，在燕飞嘴上来一下，掐一下嘎吱窝，拍拍人脑袋，你净这个，就好像一个泥鳅似的，
燕飞想拿徐良，门都没有。徐良多大能耐，十个照面。燕飞汗他就下来了，坏了，他要招倒霉，不是人家的对手，怎么办？逢墙智取，遇弱活擒，宝剑打不过你，想必拳脚也不行，干脆我扔灵穗吧。浑身上下都是暗器，再看燕飞，三剑扎完这一剑，剑将单手往后就撤。徐亮一瞧，啊，你个王八里秋秋的，打不过想跑，哪里走？山西人追你啊！打到了就追。这阵再看燕飞，提着宝剑跑着跑着，他不用看，用耳朵一听就能听出来。徐良快到背后，宝剑一交单手，有打白发囊里拿出一只镖，金镖，不是金银的金，一金二金的金，把这只镖掏出来，一转身，唰，镖这个快，跟现在的手枪似的，啪就过来。徐良啊，啊你等会儿啊！徐良做梦也没想到，白菊花燕飞能打暗器，这是山西燕没想到的。一个没留神，耳轮中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金丝大关刀落地，山西大燕徐良是翻身单手。徐良这一趟可把燕飞给乐坏了。哎呀，燕飞一听这声音，咔啦啦，哎呀，轰轰，心说怎么着？我这一镖就把徐良给打上了。哎呀，太好了，狂上加狂，仰天大叫。要之前先看看上头有没有树杈。他不渴了，你知道吗？哎呀，丑鬼徐良，都说你能耐怎么怎么的，碰见燕大爷你也是白给。别看宝剑上不是你的对手，暗器燕大爷可是祖宗。丑鬼，今天我这一剑把你项上人头砍下，没着你的人头我就名扬天下。他一边说一边往前就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可就走到徐良跟前了。哈哈哈哈，啊，你看徐良在那躺着，眨巴着眼睛，一看嘴里头叼着刚才那只镖，身上没事，刀是扔旁边了。哟，你这心说怎么着？这一镖打牙上了，牙上那么大，该补补了吧？一愣的功夫，徐良那是露了一手。你不用手打镖吗？也不用手打镖，我用嘴打这只镖。翻天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这镖，这镖它就吐出去了。那说实在的，比手扔有劲儿多了，啪嚓吐出去，居然好喷口。这下就啪嚓奔燕飞就来了。第一是距离太近，第二燕飞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一掰脑袋，脸脑袋都躲开了，戴着那帽子，砰一下把帽子就得打掉。徐良一提气，都脆口弹出去。这燕飞没躲开，正呼了眼睛上。徐良翻身起来，顺手把金丝大关刀可就抄起来了。
啊，你个娃娃绿球球的怎么样了？啊，你赶紧擦干净了。哎，你看，你能耐上不是我的对手。啊，打暗器你用手打，啊，你山西祖用，我用嘴打，你不是我的对手。求我良言相劝，你究竟因为什么要骂开封府？开封府的人怎么得罪你了？你跟我说说。徐良可不知道燕妃夜入皇宫偷四宝，徐良不知道，他刚来，这正交谈着呢，就听林子外边，别让他跑啊，别让燕妃逃出去啊。范江书讲评：南侠女儿敢雄飞，分子都庐山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侠爱虎披了狂风寒天锦，再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平薛霸李贵楼青八大勇士全到，双侠丁赵兰丁赵慧，啊，这帮饭桶就来了。前文书说了，谁也不是人燕飞的对手，赶到林子里头，爱虎眼尖，封号喊了一声三哥，燕飞回头一看，开封府众人吧，这个燕飞真害怕，坏了，不能在这儿待着了。这要就一个人还好，一堆人呢，本身我就不是徐良的对手，这后头又来一堆人，我是必死无疑。三十六计，走为上，跑！冲徐良点了点头，臭鬼，好能耐！可有一劫，今天我算栽了跟头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等着我来。说着话，燕飞一转身，唰，一身形跳出圈外，撒腿就跑。徐良没追，还是那句话，徐良不知道燕飞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偷四宝，徐良不知道。徐良要知道，那绝不能让他跑了。大伙过来，反正问，来吧，你怎么来了？上到这儿了吗？我在树上正睡觉呢，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把我弄醒了，我给他来泡童子尿，然后把他打跑了。娘子，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娘子呀！咱南侠把这经过一说，徐良也后悔，你这我不知道啊。展昭可就沉不住气了，展昭那是当叔的，可以骂徐良。燕子，你天天玩笑，天天诙谐，你得有个度，你也得分时候看人呢。你也不打听打听那燕飞是怎么回事，你就把他放了？他凭什么破口大骂开封？跟咱有仇啊！你能把他放到哪儿去？茫茫大海捞针，谈何容易？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话就已经挺重的了，那展昭那不能就哎，你怎么蹬？你怎么那么缺德的？那不是展昭的话，就这几句话，山西大宴徐良可就挂不住了。再看这张脸，紫红紫红的，是咋的？分也别说了，刚不把他抓回来不就完了吗？不就是个什么白菊花燕飞吗？不就是四宝吗？他不是我的对手，我追他去。徐良也是急性子，也不跟大伙多说，一转身，吓人家说大伙怎么不拦着点啊？拦不住，就这帮人加一块也不是徐良的对手，就这帮加一块拼命的跑，也跑不过徐良。这帮人怎么说咱们不提，单说山西大宴多必人雄，徐良一个人低着头就这么跑，跑了一天一夜也没有碰见白菊花燕飞。燕飞哪去了咱们不提，当然也不能这么容易就碰见燕飞。好，徐良追一天把燕飞捆上了，四宝拿回来一拍木头，小五一结束，大伙不骂街才怪，咱得让徐良费点劲。燕飞早晚还得碰见，至于怎么碰见咱们暂且不提。单表徐良，单说这一天跑来跑去，跑到一个山脚下，一听那边小溪流水之声，
跑了一天一夜，梁子也有点渴了。哎呀，这个爸爸一球球的跑哪去了？可把山西人累死了，他奶奶的！他自言自语，溜溜达达往那边走，走来走去，走到河边这儿，徐良往河边这儿一看，把山西人吓一跳。一看河边这躺着一具死尸，再往远处瞧，又一具死尸，往那边找货躺着六七个，都死了，身上插着刀啊，这边射的弓箭，那边那破衣服，像一个打仗的战场。嗯，徐良这边哪来这么多死人呢？有没有活着的？我得问问你。他一看那边有一位还没咽气呢，许良赶紧过来。阿莫说：“这位小哥，哦，这位其实舅舅还能活。哦，这位小哥，这主一看许良，碰见鬼了。”徐良长得太寒碜了，哎，你怎么死了？哎呀，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活着没有啊？这回连鸟都没有，鱼都游走了，不知道来什么玩意儿。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边一看，有打前边来过路的老头，骑着小毛驴溜溜巴巴往这边走。徐良心想，我要这么过去，这活生生的老头，这还不像那个，那半死不能活的，吓死也就吓死了。一健健康康的骑驴老头，骑驴魔镜，骑驴病，这要让我给吓死，我可造了大孽了。我要化妆吧，我这个模样是越画越寒碜呐，这可怎么办呢？徐良一想，干脆啊，我跟人客客气气的，抱一抱拳，作个揖，让人一看我像个正常人，他也许就不害怕了。徐良过来，啊，老人家，看老头骑着小毛驴，咔咔咔咔往后追，好家伙，驴都惊了。把老头扑通给摔下来了，许良过去一搀，啊，老人家，我不是鬼，我是人。哎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你还不如当鬼呢。你干嘛呀？这是啊，老人家，你是不是当地人？我就是当地人呐。我劝你赶紧走吧，你别在这待着。啊，老人家，何出此言？老头拿手一指，那都是你吓死的。徐良觉得很冤，不是我吓死的，我来就是，我就吓死一个，我还吓跑一个毛驴，这都死了，我就想找一个当地人打听打听，这是不是有什么山贼呀？哪这么些个死人呢？怎么官府也不管呢？老头长叹一声，啊，这位仇人兄啊，也不知道徐良叫什么，我劝你赶紧，这个地方叫金凤山，山上有一座庙叫金鸡寺，寺里头有一群贼人，大家劫舍，胡作非为，动不动就杀人了。要是这几个不是你吓死的，估计就是那些山贼给杀的。我是没有地方去，这么大岁数，活一天是一天，他们劫我也不怕。你年纪轻轻的，你丑你也年轻啊，听我良言相劝，年轻人赶紧走。啊，老人家，这个金鸡寺在什么地方？你打听这个干嘛呀？你看山上，拿手一指，山上那个你看恍恍惚惚有个寺庙，那就是金鸡寺，你可千万别去。哎呀，放心，我肯定去。啊，不是，心说这就是神经病，整个一个
摇头长叹一声，哎，年轻人呐、啊，什么都不懂，你是必死无疑。老头怎么拦也拦不住。再说山西燕子，吃胆怒地飞腾腿，十二个字的好字功，脚后跟打屁股蛋，一提气。还真好找，孤零零的山就这么一个寺庙，搁谁都能找到。到正门一看，这个庙挺破，但是面积可不小。正当中一块匾，匾上写着三个字：金鸡。许阳飞身进院，一看大殿里头关着门，但是灯火通明。一听里边还有说话的声音，听这个声音那个乱呐、啊，得有那么三十几号人。徐良飞身上房，脚尖一勾房把，身子往下一探，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的功夫，小拇指划破窗棂纸，曲一目鸟一目往里观看。一看好，正当中一个大桌子，桌子上头酒肉，哪叫山中走兽云中豹，什么叫陆地牛羊海底鱼，除了肉一点菜都没有。这边大坛大坛的酒，你瞧一圈人得有那么四五十号，推杯换盏，啪啪的喝，啪啪的喝。你瞧所谓的这个大哥是个和尚，锃光大亮一个大秃瓢，连鬓络腮的胡子，黑脸就跟阎王爷似的，浓眉大眼，狮子鼻大嘴，马里大碗。弟兄们，来来来，通饮通饮。徐良仔细一听啊，大伙的话题就是卷徐良，骂徐良的。大哥，听说了吗？江湖上出了一个山西燕徐良，专和绿林人作对，斩杀咱们绿林道，我大哥就死在徐良手了。那说别提了，我师父也让徐良给弄死了。那说嗨，我太惨了，我开一黑店，来客人我就得蒙倒，然后把他们宰了，弄人肉包子。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徐良到这把我店给端了，一把火给烧了。你说还有天理吗？这玩意儿，那说可不是吗？我弄个金丝大黄包，我在这使唤，徐良给抢走了。宰徐良不是东西，大伙就大骂徐良，骂着骂着，其中有一位，哎，我说诸位诸位，别骂了别骂了。骂别人我不管，骂徐良我不爱听。知道徐良跟我是什么关系吗？哎，张爷，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干儿。徐良一听怎么着？合着我到这儿，哎，弄个干爹出来？谁呀？仔细一看，这位，徐良好像没乐了。这位长得比自己还难看，大脑袋。这大脑袋，敢头号窝窝横着放，小细脖，脖子细的就跟一根线儿似的，要耍流行的就这个玩意儿，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您就想您心目中的最难看的人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因为原著上啊也没有给这主开脸儿。就说是极丑的一个人，甚丑，甚就是很丑。大爷，什么？徐良是你干儿？啊，别提了，好嘛，那是我真正的干儿。我跟徐良的爹穿山鼠徐庆，我们那是同堂学艺，那我们关系不错。徐庆太笨，当初学艺，好家伙，动不动让老师打。动不动让老师罚，没事不让他吃饭。我聪明，拿东西套一遍就会。你说我跟徐庆关系这么好，我能不管？我就偷着给他俩馒头，
后来徐庆这小子混整了，娶了个媳妇儿，我给庆祝去。后来生孩子，孩子过满月，我也庆祝去。好，抱出来一看，小小年纪刷白刷白的白眼眉，我怎么长这模样啊？长得可太难看了，干脆我收个干儿得了。徐庆高兴，我有能耐。徐良怎么这么大能耐？那都是跟我学的。好，当然感情是这么回事儿。来来，拿我大胆。大伙也知道，这主在这胡说八道。这人是谁？江湖之上给送了个外号，细脖大头鬼，姓房，叫房叔安。房叔安在咱们这部书来说，算一个主要人物，那是徐良的左膀右臂啊。徐良是白眼眉，现在没有白眼眉了，现在都有黄头发。这个我黄头发配白眼眉，其实也挺好看。这是张云雷啊，这人是其实是老将了。这都我们那阵没来的时候，他就在唱太平歌词。以前有个小孩叫小辫儿，现在小辫儿没了，我建议你还是留起来小辫儿。不公平，我进来你就说，坐着半天我一句话没听完。就是狮子，你说你说话干嘛？狮子是狮子，互相过多当老师，互相出事儿。郭麒麟，这都是德云社的大将，这都是啊，按三国这都五虎上将，这都黄忠那路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那我收刀儿。这玩意儿都有保底的，你知道吗？你记住前头说一个点就行，记住干爹干儿，甭管怎么往外支，你就来这么一句，那我收干儿，你绝对能绕回来。好啊，徐良不会说话，哎，就满月的时候，我一收着干儿，哎，他叫我干爹，你知道吧？天生的缘分。气得大头鬼方叔安，山西大雁徐良的左膀右臂，将来弃暗投明，现在还是贼。各位，大伙骂徐良，徐良不生气，徐良倒高兴。啊，骂我，啊，说明山西人对他们是个威胁。我对他们没威胁，他们不会骂我。他这帮破崽子啊，越骂越好，越骂得越狠，说明你们越怕我。干嘛都这样，说相声的，整天骂我师傅，怕我师傅，那不是，不是说当他儿子，咱这么刷色。确实是不错。啊，说学他不是没来吗？啊，说学逗唱真好，回传达去啊。你骂干嘛呀？徐良大伙骂的他高兴，啊，不威胁，他没事骂的越狠越好，跟你们这帮王八绿球球犯不上着急，我还得抓白菊花燕飞呢。啊，我走了。他刚要走，房叔安开卷，那就是我干儿，我是他干爹。各位，你说这句话。再看山西大雁白眼眉，我叫丁良。心说你个兔崽子啊，骂人没有这么骂，你他们骂，说我长得丑，说我娘们唧唧，这就完了。您这他带轮椅，这可不行啊，把我骂苦了啊，我成你干儿了。那你是干嘛的，我都没见过你。哎，你骂我不要紧，哎，你还说我爹怎么犯错，我怎么没听说有你这么个干爹？本来想走，方叔安这一骂徐良，把徐良给骂急了。
山西燕飞身往当院一跳，一点声音都没有，把屋里喊卷了，那就我干儿大徐良。徐良等当天一声喝喊啊，深更半夜就气一发功了，响彻云霄啊，就跟夜猫子那叫唤差不多，屋里多乱。就徐良这一声，把这十好几口子的声音就全给压住了。声声干嘛？吹蜡，把灯光吹灭，这是绿林道的规矩。外头来人，先吹灯光，你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接着每人抄椅子，往外就扔。你不知道外头这位带什么零碎没有？扔完椅子再看屋里，三四十口子全搬出来了。最后又打众人脑袋顶上过来一位，这位会陆地飞腾腿、登瓶渡水的功夫，踩着大伙脑袋顶，就是这所谓的大哥光头和尚。书中代言这个人叫金背罗汉孔超。金背罗汉孔超那可有能力，爬灯蹦出来，后面门僧左右出来八个小和尚，八个小和尚抬着一个家伙，方便连环缠，八个人抬着方便连环缠，压得嘘嘘之喘。您说这铲子得多沉吧？毫不夸张，搁衬上一腰得800斤的分。往这一站，再看金背罗汉孔超一伸手，哗，一个手就把这800斤的铲子给拎起来了，手中一端，压住阵脚。众人一看，白眼没违纪。徐良这一道乱套，有的就想上房跑，有的就想进屋里藏着。孔超喊了一声，众位稍安勿躁，丑鬼徐良，你是不是徐良？这个娃娃绿球球的，那你们骂了我半天了，我就是徐良啊！啊，可把我给骂哭了！啊，刚才有胆量骂我，现在谁有胆量过来？啊，嗷一声过来一位，张小乙，人送外号黑夜神，掌中一杆钢叉，哗的一刀这叉，奔徐良面门就来。徐良倒转身形。转身的同时，金斧大环刀冲出来，大环刀冲出来，金环子哗的一声响，一个照面，张小乙人头落地，嗷嗷蹦出一位张小甲。你水一点是吧？哥四个甲乙丙丁，张小甲嗷嗷一声蹦出来，掌中一柄双刀。拆回徐良，张当当当当当当，连着十刀，一刀也没砍着徐良。徐良滴溜一转身，一刀，咱就这么说，甲乙丙丁哥四个全都归位。按现在钟点来说，五分钟，徐良刀下死了12个贼人。说的容易，好真，瞪眼宰人。一个一个掉脑袋，五分钟12个脑袋在地上轱辘，搁谁谁不害怕，再有人想过去没了，全都害怕了。你过来，废话，我还想活呢。都往后推，金背罗汉孔超一看，好大伙离8丈远，有的都退屋去了，当院就他一个人，还有扛铲子8个小和尚看着呢。
还等着得扛铲子呢，在这。哎呀，孔超一瞧这还麻烦了，合着把我给干到这儿了。我要带不上，大伙怎么看？我身为一寨之主，我是头把金交椅，我要是一丢人，那就彻底完了。孔超有能耐，不是说徐良见一个宰一个，好家伙，所有人徐良全毙，没有，人没有说是大遍天下无敌手，都会碰见对头。金背罗汉孔超，浑身上下硬气功，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印，练过迎锤灌顶的功夫。徐良想胜他，可也费点劲。再看山西燕，一样手中这一口金丝大魂刀，跟孔超斗在一处。孔超这大铲子一抡，好，这一抡起来得5000斤左右。徐良想靠近身，可太难了。徐良一想麻烦了，人家是铲800斤，我是刀，我这刀30斤，800碰30，肯定30输，弄不好我这军师大关刀就得折到这儿，不能一输一赢。山西大院徐良一巧破千斤，心想：好，你不浑身上下硬气功吗？练硬气功的人有几个地儿练不了？第一，眼睛练不了，没有说练硬气功练得好，眼睛拿枪扎没事，没有。再一个，嘎吱窝练不到，软，裆里练不到。好，徐良心想，这三个地儿就够我用的了，唰，往前一动身，徐良就跳到孔超跟前。围着孔超转，孔超一看，前边徐良，后边徐良，左边徐良，右边徐良。徐良身法太快，好几百个徐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前头。您说徐良得多狠？徐良的手那戳过铁沙子，大力金刚指的功夫，手头有把劲儿，掐石头石头都能粉碎，挡天一根步，照着孔超裆里扎了这一下。男同志都知道，你小时候逗着玩儿，踢球没留神，当闷一下，都趴那半天，捂小肚子都缓不上来，这愣掐，噗一下，当时就掐爆了，孔超一声啪。铲子就住了，击鼓地打鼓，徐良过去，抬手两脚，俩眼炸响，哪还能活？活活疼死！徐良够狠，也不徐良狠，我狠，我这输就是。一到死就得死痛快点儿，不狠是不行。大寨主这一死呀，院里可就乱了套了。大寨主死太大，这个徐良杀身不提，心想：我要不把你们这个贼妖给搅了，那可不行。一晃掌中金丝大魂刀是见人就来，半个钟头再找人呢全没了，
山那边儿，遍地死尸，血流成河。徐良也是人，大伙都站那让你砍，你不也得累吗？何况大伙有的还还手呢。杀了半个钟头，徐良眉毛都红了，衣服也红了，他忘把力求求的，哈，杀的山西人可够累的。抬脚抬靴子底儿，把金丝大关刀上的血迹蹭干净，火山扔一抖，宝刀还手，迈步进屋里，有酒席，哈哈哈，累死了，噔噔噔噔噔噔，倒了一碗酒，拿起来，拿块肉吃，一边吃一边喝，正吃着呢，徐良就看见桌子黄了，黄了，黄了，放在那汤，这桌子自己动了。徐良吓一跳，这么快就来找我了都，我这是怎么意思啊？一瞧桌子底下趴着一位，浑身上下都哆嗦成一个团了。徐良不看隔壳，一看桌子底下这位，可把徐良给气坏了，心说我下来杀这帮人就为了你啊，刚才杀你我把你给忘了。谁气了大头鬼方思万，徐良一抬腿啪一下把这桌子就踢飞了，伸手王福安拎起来，哭哧的扔到院里。王福安不是饭桶，有两下，空中一个云里翻，扑一落地，打一个滚，站起身来，想跑跑不了。徐良站到眼前，一伸手。把方叔安波领子给挡住了，你都大发力求求的啊，我就是为了找你啊，没想到你躲到桌子底下去了啊，你他娘的可够机灵的啊，你让这帮人出来拼啊，你自己藏起来，你刚才说我是你的干儿，你咱俩掉个个还不成吗？我这人就是好吹牛，我本身没能耐，我要不再吹呢，他们瞧不起我，还等于高抬贵手吧？眼泪都下来。徐良一瞧这种人，你说又可气呀，是又可怜。真没能耐，我再不吹点牛，徐良一看院里死这帮人，今天我要再把你给杀了也无所谓。俗话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要再把你杀了，显得我心胸太狭窄了。把你放了吧，放可是放，我要这么把你放了，以后你还得骂呀。我爸爸力求求的，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但是山西人得给你留个记号，你来看。
我说你来看熊人，他刚金子大魂刀就冲出来，速度那个快，方叔安就感觉眼前一凉，一看鼻子掉了，冲他一下把方叔安鼻子削掉，还削了个底儿，血迹蹭干净了，那个王八绿球球的，说声滚！方叔安赶紧把鼻子捡起来，这个儿不通风的鼻子，这能不能脏呢？我试试，本儿安上，拧了拧，又拿下来。俺到了，我说，徐将军好能耐，你弄咱俩电子，我是您大人。当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知道我多大岁数吗？我三十了。俺也多大？五十。以后你就是我干爹，我就是你干儿，爹爹在上，受孩儿一辈。趴地上，当当当，是直磕响头，把徐良给气的，滚！张叔弯头，去哪了？不提。各位，您可记住这个没鼻子的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没有方叔安，到后文书十个徐良都得死了。方叔安三救徐良，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救不了，方叔安是三救徐良，这个后话暂且不提。徐良一把火把金鸡寺给烧了，这个地方不能留，留着这个寺庙，过两天再来一帮人又占山为王，老百姓还得糟糕。一把火把这烧了，山西燕一琢磨，我还得去捉拿白菊花呀，又往前走，又跑了一天一夜，一看前边有个破庙，这阵天降大雨，徐良一想，我不能再跑了，再跑身上也淋湿了，在这庙里避回雨得了。推门进来一看，徐良后悔，你要知这个我进来干嘛呀？一看庙里头横着三个大棺材，黑漆的棺材在这横着。过去人讲究这个，屋里头搁棺材这玩意儿丧气，想想也没办法，没出去了。哇吧绿色球的，合着跟仨死鬼睡一宿。哎，徐良往这儿一躺，沉沉的睡去，正睡着，徐良下意识就听当这儿这口棺材，嘎啦嘎啦，啪一下，山西大雁徐良从梦中惊醒，定睛一看，棺材当时就立起来，由棺材里头站起来一位，你瞧这
绿脸，红舌头耷拉到胸前，披头散发，眼角滴的大大往下直淌血，呲的牙，穿着一身白袍子，嗷嗷直叫，由打棺子里头蹦出来，在徐良面前嘣嘣直跳，可把徐良给吓坏。这么大的徐良碰见这个也哆嗦。一声蹦到当院，长长的刀子抽出来了，自己先练成刀，壮胆儿呗。看这僵尸啊，奔奔奔奔，由他里边蹦到外头。冲着徐良就嗷嗷直叫，徐良看着他，他一边瞪一边看徐良，这人怎么长得长得比我还像僵尸？徐良往下一看，这股蹦的同时，徐良看见僵尸的鞋了，穿着薄底儿的黑靴子。徐良心想：僵尸能有穿鞋的？都光着脚啊，这人怎么穿着鞋呀？一看这个身材，一看这张假脸，哎呀呵！徐良心想：是不是人装的？我试试。徐良飞身到跟前，一抬腿，啪！把这僵尸可就踹到一旁。刚把这僵尸踹倒，这僵尸跪那儿了。哎，祖宗，我再也不敢了。把脸给摘下来，人装，把那徐良给气坏了。你个娃娃绿球球的，你那身装这个干嘛？哎呦，我是家里没钱，我是街道，我又没能耐，我就在棺材里头假扮死人。扮僵尸，胆小的呢，我把他吓跑了，蒙俩天花。我这头一天做买卖，没想到碰见您这真僵尸了。哎呀，僵尸老爷饶命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假扮您了。我心说，我有这么难看吗？那阵儿是没有整容，真要整容，徐良真得整容去。我估计那大夫都得抖了手，你不知道怎么修那玩意儿。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杀你，你赶紧给我滚！以后再让我碰见你，我定闪不饶。你走可是走，你得把衣服给我留下。你知道这干嘛？你少要多问。您可记住了，徐良把这套僵尸的衣服自己留下了。要没有这套僵尸的衣服，那到后文书徐良打了徐良也死了。没有方树安，没有这身僵尸的衣服，徐良就完了。说书的也救不了他们。这时候跑了，咱们不提一般说徐良。想想这事情挺可乐。你说人呐，为了蒙俩钱花，什么主意都想到了。外头雨还下着，
橘猫精神的叫也甭睡了，这还睡什么呀？看着这贾琏一吐气儿，舌头就出来。徐良一高兴，把这身衣服穿上了，还挺合身，嗷嗷直叫，一吐气儿红舌头出来，里边还有个机关，一来没气囊，顺眼睛往下滴着血。徐良一想，这玩意儿不错，我穿上，穿着僵尸衣服，靠着棺材琢磨着行尸。心想燕飞能去哪儿呢？这事儿雨可就停了。徐良刚要开庙门，刚想走，就听外头哗楞哗楞哗楞传来铁链子的声音。徐良扒着门缝往外一看，迎打大道上走来三个人，两个夜叉压着一个犯人。一看这个犯人可太惨了，衣服打得一道子一道子，滴滴答答直淌鲜血。一瞧穿的这双草鞋，新草鞋，脚上都是泡。草鞋这个东西呀、啊，穿旧不穿新，你越旧穿的越舒服，越新的鞋呀、啊，它越勒脚。一步三楼，每走一步就是一个雪脚印儿。两个夜叉拎着水火棍，快走，快走，快走！太奶奶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到庙前，两个夜叉看了看，大哥，进庙吧，兄弟，怎么了这是？进庙干嘛呀？你看这庙，我估计过亡人呐，拿着当了茅房了，咱们犯不上闻这味儿。兴许里边有要饭的睡怎么办？咱们要饭的睡一宿啊，咱们好歹是国家的公差呀、啊。就到那儿歇会儿吧，反正月停了。我拉公子爷来，来来来来来，您就靠着这大树，别动着了，我们睡会儿，你也别跑，我们可怕你跑了。说着话，两个夜叉由打腰里头蹬出一挂绳，别上我门去。我们马得把你捆上，我不是跑怎么办？拉筋头勇二倍，把这公子可就捆上了。这事儿打的浑身都是一道子一道子的，那怎么折腾怎么折腾的，可见这一道没少受罪。唉，公子爷低着头，两个夜叉把这位公子捆好了之后，系了个死扣，互相递了个眼色。各位眼睛能说话，从这个眼神看出来，这两个人没憋好屁。身之地，公子爷，你可记住了，不是我们要杀你，你得罪人了，
你要不得罪人，你要不娶个漂亮媳妇儿，你也惹不了这场杀身之祸。我告诉你，你放心，我们没少干这个活，你也不是头一个了。今儿我们手头快着点，保证让你少受点罪。到阎王爷那儿，把这账记他们身上，跟我们根本没关系。我的兄弟，撒手！出身下生，再看这两个，手举水火棍，照着这公子的面门就来。公子喊了一声：“二位借差。”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有几句话要说，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完，再杀我也不迟啊！说的话，这位公子爷远望着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方向，二胡兄弟。出来胡啊，哥哥我先走一步了，三哥徐良咱们再也见不着了，三哥徐良你多多保重。公子爷一说这句话可不要紧，本来山西大院徐良没想管这档子闲事，一听公子爷一报爱虎，一报自己的名号，徐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一看这个公子爷确实不认识，不认识他，他怎么能报我的名号，他怎么能报爱虎的名号，想必是自己人，这我要是不救，将来见到爱虎我也没法交代。想到这山西人徐良一开一咣当把庙门踢开，嗷嗷一声由大屋里蹦出来，二位见头一看徐良，吓死了。谢谢大家，咱们今天就结束，因为太晚了啊。杨鹤通在说，估计您赶不上车了，我估计啊，咱们就让他明天再说啊。你说儿子。